七個，八個，數啊數，佢哋數緊啲咩呢？我哋收到讀者黃先生提供嘅呢段影片，話佢星期二傍晚六點搭由大埔開到屯門嘅尾班渡輪，當時船上邊大概六十至七十名乘客，而喺開船大概半個鐘之後，一艘水警船隻駛近並且截停渡輪，水警登船並檢查佢哋嘅身份證明文件兩次，而喺第二次查證嘅時候，仲多咗幾艘水警船隻到場增援，之後就出現影片所見嘅畫面，水警帶走船上面八個人，原來係非法警者。成功啊！呢個船主影定相先，影定做記錄啊！呢個成功啊！醒目嘅唔單止係船主，仲有大澳居民。黃生就話：事後水警同佢哋解釋，接獲咗大澳居民嘅報案，見到三面口嘅人士，有人認出有古怪，於是見而即報。警方就話：水警今次行動拉咗八個年齡介乎喺24至47歲巴基斯坦裔非法入境男子，將會交俾入境處跟進。另外都拉咗兩個巴基斯坦裔揸行街紙嘅男人，涉嫌協助教唆他人非法入境。所有嘅被捕人士現正被扣留調查。